奇怪，怎么一直打给我？他们就跟我说，好像小林出了什么大事情。亲人的朋友啊，争吵那个，这那是我的故乡，是我的亲。十年前的莫拉克风灾对南台湾造成严重灾情。尤其在小林村，一夕之间474位村民遭到活埋，摧毁了无数个幸福家庭。那一天也是小林人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灾难带走他们的家人和故乡，回到小林故土，如今只剩下树林与青草。即使已经过了十个夏天，但那一天依然像是近在眼前。因为那时候风雨还是很大，所以我就上那个 PTT 有没有？然后我就在高雄版，我就 po 嘛，然后就有我们部落的某个男生的女朋友，然后就说她男朋友也是在小林，然后她男朋友打电话跟她说这个小林不见了，然后他们现在受困在山上，她就给我电话，然后我就打电话来这边哦，就打给那个男生，他说小林整个消失的不见了，现在剩40几个人躲在山上，就是等待救援。然后我在那一刻我才发现说，哦，真的发生事情了。听到的人他们都觉得说不可能，像我老公讲的，如果今天小林真的淹了，可能整个高雄都淹了吧。啊，没想到是走山下来。哦，我山就放了，哎，土石流拢含我的屋顶一样高，没管啊，我内面拢土埋过了，我拢走出去后边避难，到那个。天还未盖光啊，有野手电啊，就安尼大汉的就卖大枝大条，搁卖遐有无的安尼，还搁掠一支草架，捆落捆对啊，弯对啊，哦，好啊，才对这个路夹落来。七号那一天都还有跟公公，我老公都还有跟公公通电话，然后到八号就已经都联络不到，然后我们就整个晚上一直都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看报道。但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料想到电话中讲的整个小林不见是真的小林不见，没有想的那么的绝望啊。只是说后来我们就集体去那个旗山国中等待救援，然后那时候就请人家进来空拍，然后照片出现在我们眼前是整个是黄土的时候，我们全部人就认定这个就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事实，在那一刻的时候才知道说整个小林消失不见了。回顾这场风灾，一共造成681人死亡，18人失踪，高雄更是当时的重灾区之一，许多居民因此而流离失所。为了安顿灾民，政府新建的永久屋基地在高雄就有慈济大爱园区、六龟乐乐段以及龙兴段基地，还有五里埔跟日光小林社区等地。随着救灾脚步逐渐趋缓，小林居民开始思考，留下来的他们要怎么把失去的文化和记忆找回来。现场的好朋友，请跟我们一起来唱歌跳舞。
首巴达音节奏轻快，是大舞龙族的古谣之一，歌词与勇士相关，在心理层面上或许就像是在诉说着小林人的坚毅。而将古谣找回来，逐字逐句的唱出来，是大满舞团从2011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失去了记忆中的小林，对族群的冲击除了人口的锐减之外，还有文化的断层。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阿亮跟我讲说，平城，我们不能一直在跳舞下去，我们如果说一直跳下去，我们的舞团没有未来。对，然后慢慢一些老人家也慢慢凋零，他们跳不起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向一些比较耆老的或者是比较年长的，还知道文化，还知道我们以前的歌的人，先学一些古谣这样子。我也是懵懵懂懂就接下这个任务，就说好吧，那我去跟阿妈要一些古谣这样子。那我就跟阿妈讲说，阿妈，那我要跟你学古谣啊。然后阿妈刚开始也是说，好啊，好啊，好啊，你来高二啊，然后就会唱歌。然后我就说，阿妈，你唱我录，就是你来唱，我来录起来这样子。可是当我录下来那个时候，又困难又来了。因为我没有当场去了解他的意思，一句一句的问，然后就叫阿妈解释给我听，然后就哦，就原来是这样子，学蛮久的，因为阿妈的转音，阿妈的转音，而且那个高调，那个声调很高，然后我这个又有，又声又不是很高亢的人，所以学的时候真的是还蛮困难学的，他唱起来的感觉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啊，你也啊，阿亮一郎人也很好，他都很安慰我们。那个时候他很安慰我们，就说你就唱，其实阿妈唱的不错，没有错。可是你的声音也可以感动到人，也可以吸引到人家要来看你的，要来听你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慢慢一次两次这样子都把它唱出来。上去的时候真的是很怕，真的那个时候很怕。他现在想起来也是会怕。现在上台不会怕了，对，现在上台不会怕了。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们这首《安娜老真》很久没有唱，所以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自己一个人唱一次。因为这首歌是阿妈留下来的，而且阿妈有很多首歌没有错，可是我唯一学到的就这一首，因为阿妈她在今年的时候。离开了，对，他离开了，然后我也只有学到这一首，所以如果说还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很想一个人在这舞台上把这一首歌唱得很大声。唱歌难吗？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但当嘴里吟唱的是一个族群的古调，唱歌还容易吗？其实大家好像看我们表演都唱得很，好像很流畅。其实那个练习的过程是比较辛苦啦。啊，可是因为我是一起学，我并不是说他们学会了之后才来教我，没有，我们都是一起去日本把那个母带找回来，然后回来之后，我甚至也参与写那一个把听音乐嘛，阿亮有讲过，他就是我们听耳机，然后把那首歌用汉字那个什么 KK 音标的方式，把它慢慢把它写出来。唱歌的方式跟我们外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外面可能都唱流行歌曲，那节奏感就是比较顺，可能对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唱。可是你学这种古调哈，不要说我们学很辛苦，村民学也会觉得说，哎呦，啊怎么跟那个我们台语歌没啥共嘿啊？但是大家练习久之后，抓到那个 tempo， 抓到那一种感觉就 OK 没问题。哎呦，嘿嘿，迄啰唱，拢嘛会，拢嘛有时啊，就唱唔对去啦。啊，有时啊，脚步就踏唔对安尼啊，啊，拢嘛会紧张呢。头一届阮上台喏，哦，拢会错呢。无飞袂使啊，啊，拢阿亮啦，你讲马上要录音嘛？阮拢哪出风气，哪唱歌呢？啊，哪记呢？啊无，迄啰袂使看歌词啊。啊，爱记个头壳个啊！头一届你表演个吼，你唱小林诗歌啊，有无？我拢无迄个唱袂出来呢。啊，目屎一直流啊！迄个阮去高雄个，
迄路来甲阮参观，迄拢来甲阮看，迄讲少林写油写油呢，哦，真正。迄时那唔知那他该爱哭，然后拢那开声呢吼，那你唱迄条歌呢就大家拢目睭都流出来。啊，即摆较袂啊，即摆吼有较惯治啊。舞团成立这么久，除了对文化的努力之外，这支素人舞团也相互陪伴，让长辈们将心里压抑许久的悲伤可以逐渐向舞团的亲友们诉说，并让他们彼此有了深深的牵绊。小伶人在不同的组织里共同凝聚出一股活下去的动力。虽然这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摩擦啊，或是说在意见不合的时候，可至少我看到就往小伶跟大猫团这边是一直有在进步，所以他一直有在往前走，然后一直有在往上提升，这样团员也对我团有期待，所以他们就会继续往前走。那协会其实也是，就是协会只要能够一直往前走，其实如果大家对协会有期待，那协会就会继续运作，继续往前走。对，所以那个力量会来自于村民或是团员。社区的话，它主要是在着重在产业的部分嘛，那它会让人员的收入或是说一些事会比较稳定，那可能有些经费可以做什么事情。那舞团一个很大的功能，因为舞团不知心，舞团没有金钱上的往来，可是舞团它在社区里面可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安定整个村民的一个心，它可以把这个村民的一个能量聚集，然后把那个心安定下来，然后才会知道自己的方向，然后继续往前走。这十年来，小伶人并没有停在原地，他们努力在永久屋里活出小伶的精神。这种诶，我起来白扫秀。阮部落啊，起来白扫秀的植物有几啊种啊，像迄大老是其中一种，大老嘛会使白扫秀，啊，佫有竹啊嘛，竹花。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老人家就是突然间讲出大老。然后我就那是什么东西？我没有记忆，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植物里面藏着一些道龙的族语。我那时候才有，也因为有这些族语出现，所以我就觉得，那植物可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因为毕竟我们在植物里面找到一些以前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族语啊。毕竟我们族群跟汉人接触的早，我们讲的母语是闽南语。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植物传承了400年，它从荷兰时期就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名称。那我们也是因为莫拉克的时候才知道说，哦，田野调查很重要，然后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使命了。我们去旁边那个山啊，我们去那边，因为带领阿伯跟吉鲁阿伯就会带我去那边取材料啊。然后有我们去年去啊，然后就看到那个巴哈就突然出现在那边，因为我们去的季节刚好是7月，它刚好有长果实，然后我们就经过，然后阿伯就说：“哦，那有巴哈。”然后后来我们就：“哦，这个就是那个吗？”我们后赶快就把那个小苗挖回来，就挖回来种，然后就找到。哎呀，所以你我们只要去山上啊，如果突然间出现一个植物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我们。我自己想要找寻很久的那个植物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开心，然后阿伯他们也会很开心。我们刚好找到那个池草早期的早期原住民会把自己的牙齿用黑，用那个染色吗？对，就是用那个池草的种子啊，去把它用黑。所以你看以前的旧照片，你会发现原住民都会有黑黑的，还以为是蛀牙，对，以为是对，那是染的。但那个像阿伯他们不说他们以前的。阿祖阿嬤那个年代都会把牙齿染黑，为什么？保健的关系吧，保健就是类似防止蛀牙，让自己的牙齿更亮。有些老人家就是变成他是，我访谈的时候会去确认这些东西，因为你不能只听几个人啊，你要必须要听好多个长辈去讲，因为很多长辈他的岁数越高啊，他可能使用的经验会更多，所以他。衍生出来的东西会更多。你像那个达捞这个在纯米阿哥、吉律阿伯他们这个70岁的那个祈祷的年代里面呢、啊，他就是绑扫把用，然后可以来那个听说可以来做成酒的一个作物。但是在90岁啊、80岁以上的有没有？他们就有讲说那个达捞以前也可以拿来当米吃，
它主要的另外一种米食，只是它不好吃。这十年来，小林人并没有停在原地，生活、文化还有家园的重建，现在成了他们的共同使命。所以你真的不是布农族吗？啊，是。小朋友，其实我们从几年前开始就是开始经营了，因为不是只有舞团里面这些孩子，其实小林国小也是我们一直在经营的部分。那我都一直觉得小孩子是未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希望，因为我们会老，二十年后我们已经60了，已经很老了。那我们都希望下一代可以马上衔接上我们的文化复振，或是对自己的认同。那因为我在快30岁的时候回来的时候，30岁回来的时候，其实我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我回到社区的时候，回到我的这个族群里面的时候，居然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是谁，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完全没有人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年轻人就必须自己去找。那这个找可能要花3年5年，而且这中间可能要承受得了。社区的一个生态，你要承受得了，那几个年轻人承受得了社区的生态，那可能有长辈的跟晚辈的一个关系，那如果你撑不住或是你收入不稳定，你就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在小林国小身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心思，跟我们自己孩子花那么多心思，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长，因为长大一定会去外地，你一定会去外地求学，就跟我们以前一样，因为附近没有学校，所以他可能高中的时候他就必须外地了，大学更是外地。所以我们希望他心里面有知道，哎，你是族人，你时间到你该回来，族人需要你，所以你一定要有时间，可能成熟的时候你必须返乡，你要回来照顾你的族人，你要来保护你的族人，你要来继续传承你族人的文化，他不用再经过时间的一个摧残或者时间的一个磨练，他回来马上就可以衔接上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跟传统祭典。或传统的记忆，就是说他会知道说，哎，原来他有一个根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一直想要给孩子们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所以为什么风灾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迷失，为什么我们会很慌，原因就在这里啊。家人离开他一定是很冲击很大，可是就是对我来讲，父母亲的离开冲击当然很大。可是我们都知道父母亲有一天会离开啊，这不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嘛，只是你敢不敢面对而已嘛。就是说时间来得快跟不，是时间来得很突然，或是时间来得快或不，或是比较晚这样子而已。可是至少除了父母亲以外，我知道原来我有一个族群，我有一群族人在我的村庄里面。那有一天我要回来帮忙他们，那我这个目标就很明确。将文化传承视为责任的是年轻人对于文化的反思。于是他们努力地找，自己先学会之后再交给部落的孩子，因为唯有这样文化才不会断。年轻人的觉醒，对文化的重视也落实在家庭生活当中。对于灾后回到部落的潘家化而言，以前只是单纯的喜欢原住民文化，但当发现自己是大武龙族的后代，教孩子自己的语言，唱自己的歌，成了他陪伴两个女儿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面对骤然的失去昔日熟悉的庄头，这些自己还能够学的，无论是刺绣还是歌谣，每一个片段都弥足珍贵。我也想要学一些有没有可以生活化的族语。后来我就刚好问到明俊，刚好那个客座有来上课，我们就开始他来教罗马拼音，然后教一些单字，很痛苦，因为我连 KKMB 都不会，我不会，他没办法跟我对话，所以我就要。就我请客桌，因为他有教嘛，教 KK 音表，就十倍。扎哈鲁哈的欧呼巴哈伊玛伦吉多吉伊邦马杜哈盖毕耶耶。1到10。你教自己编的？对，我自己编的。教他们一次两次，他们就自己会唱了。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眼睛怎么讲？马大，嘴巴，马温，耳朵，马亚，鼻子，然后，眉毛有教吗？有，眉毛，阿里嘎多盖，头发，蘑菇，哇，你好棒哦！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有，对不对？有。你喜欢跟妈妈学这些吗？我喜欢。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你是什么囡仔？
爸打不动的囡仔。你是打不动的囡仔。嗯。所以爱耳啥物？耳打不动的。一针一线刺上大武龙族的图腾，在他们这一代承受巨大的悲伤。对于下一代，他们要如何告诉孩子关于小林这一段伤心的过去呢？我那时候带他回去拜拜的时候，我有带他回去，他就问我说：“这是对啊？”我就说：“这就是我们卡扎修奶的所在啊，卡扎妈妈就是住在家哦。”然后他就讲了一句，他说：“为什么要不出？”然后顿时间就，为什么要不出？因为伊拢伫个伊叫山砍掉呀，所以无出。那就讲。我卡在住伫遐，我讲，系啊，卡在小妹姑姑啊，阿妈个爸爸伊拢住伫遐，伊讲，啊，唔过去吗？啊，我知啊啦，因去做天使啊，因为我曾经跟他讲过，然后我就讲，天使的翅膀白色，啊，表姐翅膀尖，圆圈圈，黄色的尾，是不是娟娟阿妈个小妹姑姑去对？去做天使。对，但是伊离阮较早大小奶的所在遐，是毋是？小奶是我故乡。较早的心态较袂安尼，较袂感觉讲较介爱安尼，啊，就爸爸了，就一直想讲，小奶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厝啊，就较会重视安尼。较早真正是较白，真的，可能是拄到迄个较重大迄个吧。所以即个啊，出去你讲啥，我若做大声，我讲我是日光小林。啊，有个人拢讲，像伊刚刚佫听到，因拢讲啊，像恁来住遮，恁敢会袂记恁是小哪人？哪有可能？啊，无，阮会讲，阮阁是日光小林，我哪有可能袂记得阮是小哪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伊讲，恁袂记袂记，不过恁的囡仔，阮的囡仔嘛是甲教育讲，像包括阮两个祖囝嘛是知啊，啊，阁孙仔嘛是拢会甲因讲啊，咱就是对，咱就是小哪的啦，有啥物好迄落吗？风灾它带来人的不幸，但是。某种程度来看，它也激发了人的一种本能，就是想要在有一种新的发展的新生的本能。套句阿亮团长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话，就是说，这个风灾之后，他去参与的文化复振，去了解歌谣，了解早期的歌舞的东西，他觉得他的生命重新被定义。意思是说，他们的文化里面本身具有文化的能动性，而这个能动性可以让他们在从事重建的过程中里面重生。哎，这个舞团呢，就反而变成一个新的家。那这个新的家的概念的形成，就来自于原来他们早期生活经验里面，他可以从别的家里面感受到爱。那这个爱就变成了。在这个灾难的过程中里面，他重新被把它找出来，被延续出来，被更凸显出来。所以那个2014年，舞团在命名的时候，说演出命名的时候，他就用两个刚才我说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爱，一个是重生。那因为我参与他们的过程，我能理解他认为爱跟重生的意义的内涵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他们彼此互相关心，然后在经济的层面也好，或是在文化追求的层面也好，或是生活照顾也好，他们变成一个家人，然后用博爱的概念，然后彼此再重新聚合起来。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可以荣耀整个小林村，让大家看见小林村这个很美丽的部落，跟我们的族群，跟我们家人这么努力活在当下的一个精神。那我们活着跟不要放弃，是我对我而言是整个小林村的精神。因为我觉得放弃的话，就不会有另外一个小林村出现，也不会有大武龙群的族群荣耀出现。我们大家一直很希望，就是把小林村对台湾这个岛上这个国家的人民表达一个感谢，所以
活着才有办法去跟人家讲说，我们很感谢大家曾经帮助过小林。那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长辈的教导下成长，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希望把小林村的感谢，不管是我们活着的人或者是已经离开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感谢透过我们的身上传达给社会大众知道，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祖先跟我们的祖灵还有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去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跟信念。我会跟他们说，我们现在过得很好，不要担心，那我们会把小林村的精神一直持续的展现给大家看，因为这就是我们活下去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使命跟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希望你们可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在这里再好好生活着，然后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用他们骄傲他们认为对我们感到骄傲的姿态重新走在这条路上，回到我们家。